这地里面的这些人，这个棚子的这个里面的是都在种那个大蒜，现在开始种，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就可以挖了。这些这么多人都是帮忙的，就是周边自己村上的人啊，哦，邻居啊什么的，就是互帮，你帮我家，我帮他家，帮忙种，这样种起来其实蛮快的，一家几乎一天就搞定了。这边的这是包地膜，不知道是种啥的。在这边你看，全现在是都是这些豆角，哦，好凉快，这听风呼呼的吹。我小宝睡着了，我都想带去看一下，他又睡着了。我外婆家门口这乘凉，好凉快，这个地方风吹的。这下面是苹果树，那树上的苹果，这好高啊，这下不去。那边还有，现在被这个挡住了，看不到了。就这一棵看得比较清楚，这棵树上结的不算多，就这么几颗苹果。那边那两个比较大，这个是红苹果，看这个样子是。现在还没熟，吃不了。哦，这里还有，哦，绿色的还是都是，相对来说比较少的。多的一棵树上面全都是，这个树上结的不多。是一棵洋槐树，这上面还有洋槐花，这都啥季了？这洋槐花怎么还在开呀？看这风，哦，哎呦我去，在这还是有点冷哎，这样吹过来，我这胳膊上都起鸡皮疙瘩了。进去了，凉飕飕的。咦，那家的大蒜就已经种好了，没人了都。好凉快，这地方还有点冷，这吹过来。走了，回去了。拿的什么东西啊？铲子。拿铲子干嘛？铲子挖。挖什么？挖什么？挖小朋友。挖小朋友？去哪挖小朋友？车车啊。车车哪里啊？嘿嘿，一天天的。